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套最适合办公族的拉伸训练，可以帮助你缓解肩颈不适。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拉伸可以缓解疼痛。根据《精准拉伸》这本书，研究结果表明，肌肉的化学成分随着疼痛而改变。研究人员认为，拉伸使肌肉血流量增加，使其彻底放松。随着血液循环增加，血液将引起疼痛的物质从肌肉中清除，以此来缓解疼痛。这里再说一个拉伸的其他功效。根据这篇论文研究，静态拉伸可以引起股二头肌长头肌肉的解剖学结构的改变，比如增大肌肉纤维长度，减少羽状角大小。同时，静态拉伸有减少膝关节屈肌力量输出的作用，有防止肌肉拉伤的潜在可能。意思就是说，合理的拉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肌肉形态，例如改善肌肉突出的小腿，改善突出的斜方肌，还能通过减少代偿参与来改善形体。下面开始今天运动。动作一，头部后仰拉伸。这个动作可以增加颈椎曲度的同时，放松紧张的颈前肌肉。
拉伸内容，如果感觉某个位置不适感明显，可以针对性多拉伸几次，希望可以帮到你，拜拜。